红色机车骑士情绪失控，往另一名黑色机车骑士的安全帽狂打。这一巴掌来得突然，骑士吓了一跳，赶紧催油门想要闪避。打人男子追上前不理会黑色机车骑士询问，继续狂打。打人男子边打边骂，态度非常嚣张。打了一顿后，红色机车骑士还不罢休，再打了几下安全帽。听到黑色机车骑士的话，红色机车骑士直接下车，将手搭在他的肩上，疑似要威胁。事发在桃园市振兴路，黑色机车骑士被打后赶紧报警处理。在等红绿灯时，遭遇同向骑乘红色机车的陌生男子徒手攻击头部。看到这段行车纠纷画面，许多网友都歪楼问道：你手疼不疼？安全帽内，手不痛骗笑欸，是少林寺铁砂掌吗？目前警方已通知打人的骑士到案说明，详细情况还有待调查厘清。记者刘志展、王一德，桃园报道。相比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